这样，我们会一直这样吗？我们要无限震动。他如果在前面可能这样，因为我后面的神就是跟着这位。介绍一下，今天呢，我们为了7月7号、7月8号的 Seven Eleven 啤酒节的活动呢，正在安排舞蹈。然后这次的舞风是非常帅的。然后呢，比较辛苦的是子琳，因为这两首其实我们在乐天就有表演过，然后我们两个很喜欢，也觉得非常适合这次的表演。所以呢，我们有特别安排了一些不一样的桥段，然后在那天表演，所以大家期待一下。然后现在非常累，因为我刚去完雅涵的签书会。雅涵在哪里？你签书会结束对吗？对啊，超累的。我很累，我就签到就是大概6点的时候，然后回到家大概休息个半小时就出门。然后他叫你们有拍到吗？有啊，有拍，有拍，开心。那什么很开心？你们跟谁照？三个人第一次上台一起合体。对啊，不是，等一下，重点是他今天穿凉鞋练舞。重点是你看他今天穿那个露屁股。他今天穿这样练舞，我还刚刚说，没有啊，小琴他是因为忘记回家，因为太赶。我没有忘记回家，我知道我家怎么走的，谁忘记回家？不是因为我有点忘记，因为我上次练舞穿这个是因为我们进教室要脱鞋子，所以我就想要以舒适度来说。就先这样。但我刚刚有出 trouble 吗？好像没有，没有啊。所以先说一下。那你觉得这次我表演怎么样？你最惊的是什么部分？跳完舞要唱歌吗？对啊。可是刚刚小琴弄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。没错。真的太棒，我们以前都没有想到。有啊，我有想到，刚是我提议的。是啊。刚我说还是你，他上来的时候你就下去了。你争取一下，你争取一下。你们要做一个交棒的仪式。对啊，很赞。对啊，你们还要很我很在乎你。我先想到说，你等一下就要马上唱那些。还是你这段离开啊？不这样子。要刚从你刚刚这段有拍到吗？刚刚提议这段是谁？要不要那个 VCR 呀？他辅助看一下，应该是没拍到。反正就是笑出来。刚刚找到一个解决方案，然后也有加设计一些新的桥段，对，就给大家不一样的视觉体验。我今天的袜子，因为呢，我上次穿凉鞋被他骂。
你的鞋子被排挤。我其实今天出门有本来选非要选这一双，但想想算了，我还是穿比较舒服的鞋子，就穿。咔咔咔咔摸，对，摸的时候你可以有这个动作。我本来想说，可以摸啊摸，对，但不要跟着摸到，就是这样子。有印象就去吧，帅。你们就在最前面做 ending， 在这边 pose， 然后其实这个是我官方设定的，你可以找个 IG 一个 pose， IG， 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帮我找 IG， 他会去帮你那个。我们这个是亲手工的，就是这个，因为拆了又缝，缝了又拆，对，出自于我们经纪人丽奈的手，还有他爸，丽奈爸，丽奈妈，丽奈妈，丽奈爸，他们一家的整个家庭投入了，对，这个衣服，对，家庭真的耶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后面，后面，来，小细节都有，对，啊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好，对对对，公主绑带，没错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钻都是自己加的，加上它的肚脐环是非常搭的。这个钻都是自己镶上去的，这个也是自己镶上去的，就是为了想要搭这个去镶的。哈哈，对。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好，就是我这件衣服呢是的袖在它手上，然后还有这里，然后因为我这个不是剪了一半嘛，是，然后一半在它这里，所以这件衣服非常的物尽其用。然后我们其实我们的服装都是。从一样的元素都做不一样的感觉，你看像它这边就是针对在这边有个胸线的感觉，然后针对我们每个人身材设计不同的款式，像我的话就是钻都是在下面，然后它这边还有个小细节是我觉得很漂亮，就是肩带，肩带还有一排钻，非常的好看。然后另外我特别为我们的身高体重找一些不一样的版型的裙子，是的，对。那你的 T 恤是什么？因为它刚是铺路裤啊。不是，因为我的有一点，今天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比较，讲完好不好？就穿这个颜色会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吧？然后我的其实就是会套上一件这个，然后内搭是蓝色的，就会呈现起来就会完全是一体成型，对，一个大团体，没有天团，李子琳与他的舞伴，对对啊，蛮像的。李子琳与他的舞伴。